5+2轻断食减肥法，每到周一周四吃一次，特别适合上班族和大基数的朋友。今天分享的轻断食的三餐食谱特别简单方便省时间。我老公今天的体重呢是126.9斤，长秤2.5斤，周六放纵餐一天可没少长呀。昨天我们去农博会，他一天能走多长时间的路？5-6个小时吧。我记得那指定是那个得掉秤的，这一看今早也没掉，这个和走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还得好好吃减肥餐呢。昨天他信誓旦旦的跟我说，走了这么多的路，尤其中午呢，我们是在农博园吃的盒饭吗？他说给的量少了，没有吃饱。今天呢，肯定是能掉秤的，但是呢，还是长秤了。这就说明减肥跟运动关系真的是不大，想减肥的朋友就跟甜心妈好好吃减脂餐吧，这样呢你才会瘦，这样呢你才会像我老公一样，体重呢瘦下来，血压呢也不用吃药就平稳了。来吧，上今天的轻断食三餐打卡，也请朋友们评论区打卡，你们的打卡是对甜心妈最大的支持，你们的打卡我们互相都动力满满，谢谢大家。周一轻断食，今天给老公轻断食，2个鸡蛋1个桃，1碗纯牛奶，1杯咖啡。我的早餐玉米酸菜炖肥肉，开饭。朋友们早晨好，我今天早晨呢不吃减脂餐了，家里炖的酸菜太多了，肉呢也好香呀，我接着吃。老先生昨天吃的太多了，今天给他轻断食，他长了20斤多，吃饭吧。干啥给我轻断食啊？这是这些还不够吃吗？你吃一吃吧啊。那你长了2斤多，你看昨天都饿肚子，你当那家的也没吃到饭，那个饿肚子变。哎，你这一个桃呢，一般的轻断食都不吃桃，你还给你个桃吃呢，吃吧。哎呀，这酸菜这么好吃呢，这不气我呢吗？是吗？报复我呢吗？蒜酱。哎，我记得你好像最爱吃柚皮，老公。嗯哼，你是柚皮控啊。哎，不是真的，这柚皮咋昨天没吃呢？没捞出来呀，都化了。那今天早上怎么捞出来了呢？哎呦，吃个大柚皮吧。你离我远点儿。沾着蒜泥。别气我啊！我还吃玉米吧，玉米可好吃了，比大米饭好吃。吃着美味的柚皮。柚。叫柴骨柚。嗯。真香。终于。报复计划开始了。你黄给我一个吧，你别吃太多黄了，我怕你血压不行。我不能吃黄，我真不能吃。这黄我吃。你都整碎乎了干啥呀？那掰碎了呢。你说我给你扒下来，你着急忙慌抢上了还。吃吧，这酸菜汤才好喝呢。哎呀，那越熬越喝，那肥肉都熬化、哎。真香啊！酸菜你就炖到时候就是这个，就这个味道。这肥肉入口即化。真香啊，你想吃吗？那桃多好吃啊，你看多甜啊，给朋友们看看这桃，大水蜜桃。这没有饭呢，光水果啊。这太不公道了，这又苞米，这什么跟什么呀，这都是搭配不上。那你昨天吃太多了吧，你是啊。我不喜欢吃这个，我要吃主食。你要吃啥呀？啃点啥行，吃点苞米，吃点饭行，淡饭吃点饭行。那行了，你这既然这么不愿意，我就不能虐待你。那你吃个苞米吧，你去拿一个苞米吃去吧。还有呢？谢谢你，哥呀。来吃苞米。哎呀，哥要吃个苞米，这苞米多好啊，黏糊的。不能轻断食，一轻断食就不愿意，看我的朋友们。你昨天吃那么多，经常你饿吗？嗯，怎么了？昨天吃饭，今天就不吃饭了，能拿不合道理啊！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。然后这个肉是最香的，味道卷卷汤了。嗯，肉皮。嗯，这才完美了，又有水果，又有鸡蛋，又有奶。嗯，光叫麻儿吃，拉不出不叫麻儿吃少，那不扯淡吗？你看这肥肉，你看你切的，给朋友们看，这昨天我昨天累了。这他切的肥肉，切这么老厚，那不会切，那就挺好的，挖着整挺好吃去呗。肉你都不会切，那你会干嘛呀？这么多年都你整的，我也没整过，都让人
那你切出来就不错了。你知道我这吃那种一个，这还一块，你看这，嗯，一阵炫耀你，干啥这是？香啊！我折磨谁呢？朋友们，我们轻断食的午餐呢是150克的酱牛肉、凉拌芹菜、一杯咖啡。如果您不进行轻断食，可以加上150克的白米饭。我的午餐家里剩的酸菜，我不吃，没人吃啊。朋友们，好吃中午饭了。朋友们看看，其实他比我吃的好，我都不想吃酸菜了，你不吃怕扔了，没有办法。买的太多了，我还吃到那牛肉呢。对呀，啊，这又占便宜了，又又占便宜，啥人呢？这又吃的好了哟哈，嗯。我酸菜也挺好吃，只不过是顿顿吃有点腻了，嗯。酸菜是越炖越好吃啊。其实我一点都不饿，我都不想吃饭今天中午。你少吃点，少吃点家伙。问题我不吃这酸菜怎么办呢？那别加了。孩子一来吧，你就得多做，做多了他们走了，我们就得砸上剩。原来都是他打手，现在变成我打手了。嗯，我刚吃了两天的好吃，我就开始怀念我们的减脂餐了。想想今天中午我要是能做成一碗酸奶盒子，又甜又糯还掉秤，哎呀，想想就馋呢。早上逞能吃肥又顶了。人做什么事不能太过，不能演戏别人。你终于说实话，你还馋啥呀？能总馋的谁能总馋呢？你这样这么吃，你还馋啥？这你又在那嘎搁着还馋？你又不比那个强吗？你不管咋的，现在血压你不用寻思了，不用吃药了，是吧？稳定了，你不用天天惦着他了，嗯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你胜利了吗？你应该感谢我。我总感谢你，你总不理解我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惹不起你。给我喝口。这你也抢，你这你自个儿重新培去吧。嗯，哎呀，吃又太腻了，喝点苦咖啡吧。一杯接一杯。哪天嫌我买，嫌我花钱多，吃前一个劲夸好吃，最不地道人就是他。老公的晚餐：鳕鱼炖豆腐，半个西红柿，一根黄瓜。